诸位传统文化的同道，大家吉祥。我们翻到19页第23句开始。子曰：“君子不重则不威，学则不固。主忠信，无有不如己者，过则勿惮改。”我们现在学习的这几句都是在谈呢真实的学问。这些句子对我们都有指导意义。好，那我们翻到这个《论语讲要》第19页，我们依据李炳南老师的讲要来学习。这一章呢，有讲法，有二。其一，君子不重则不威。这个重呢，是庄重；威是威仪。君子不庄重，则无威仪。一个人不自重、不自爱，就会比较放纵，比较随便，吊儿郎当的那是没有威仪的。那学则不固，这里的讲法，这个固呢？是闭塞的意思，闭塞就不通达了，就不达于理所以不庄重，所以求学了，则不闭塞。学则不固就是学了之后就不会闭塞了。这个理不通达，我们说理者敬而已矣学了理就知道恭敬。首先呢，恭敬自己佛家讲尊重己灵尊重自己的佛性用儒家讲呢，尊重自己的明德从佛家来讲禅是佛心经是佛言戒是佛行。所以依照戒律来处事待人来修养自己那是自爱了因为佛行就是随顺自性的行为你违背戒律，那就是违背自性了。那违背自性就造业了，就不自爱了。随顺戒律就是随顺自性了。不糟蹋自己了。那儒家学习的目的呢，也是要恢复自己的本性明德。那怎么恢复呢？
依照礼教啊，《论语》说的“约之以礼”呀，用礼呢来约束自己的言行啊，不要违背自己的明德了。所以师长有说过啊，没有戒呀，就没有佛法了，啊，没有礼呀，就没有儒家了。所以能够好好求学、好好学礼了，啊，就不会呀闭塞啊，这个故事闭塞了，啊，好，接着说了。祖宗信无有不如己者，过则勿惮改。这个郑玄，这是汉朝的大儒，说了这个祖啊是亲，亲近忠信之人，以忠信之人为师，因为学须有师，又须交友啊，所以良师益友是我们求学很重要的真上缘呢。这个无有不如己者，这个如字啊，在古注当中啊，有不同的解释。一呢，做四字讲。知从知不如己啊，指的在修养道德方面不是我啊。譬如啊，我讲求忠信啊，彼则讲求诈术啊，彼我志不同啊，就对方啊跟我的志不同，道不合，不能结交为友。所谓道不同啊，不相为谋。那无有之无啊，就闻作无啊，作物啊，亦为物。这无有不如己者，即是呢，勿交与我道不同之友，之人为友。好，俗话也是说啊，方以类聚，物以群分。结交都是啊，志趣正确相投的朋友啊。所谓入芝然之室，久而不闻其香，互相啊，这个切磋啊，给予好的影响，就像释迦牟尼佛劝我们到极乐世界去，佛陀讲到了，能与诸上善人呢聚会一处，那你身边都是诸上善人，每天说他们熏陶，不进步都难了。我们想象一下，你的右手边呢是普贤菩萨，左手边是文殊菩萨，我想我不可能打瞌睡了，这个惭愧都来不及了，不可能去梦见周公了啊！就最起码还要效法一些的。好，那人有过啊，而不自知，所谓当局者迷啊，旁观者清啊。
哦，就像我们看于静义工，他都47岁了，他一身毛病啊，他自己呀、看不出来。啊，幸好啊，他对灶神也很恭敬啊。感得灶神爷来点化他，哦，所以师有知而告之，则勿惮改。老师朋友啊，告诉我们，护念我们呢，那我们就不要害怕去面对，去改过。假如我们不改了，那老师跟同学呀、人家顾及我们的面子，以后可能就不给我们讲了。啊，这《论语》也有另外一句说了：“法欲之言，能无从乎？啊，改之为贵啊！”啊，这良师益友啊，甚至我们的亲人。很爱护我们这个法喻之言，啊，就属于啊护念我们，提醒我们的缺点了。啊，当然，人家为我们好啊，我们会说，哎呀，谢谢谢谢谢你的提醒啊，啊，这个是从之嘛。但是呢，不能只是说谢谢提醒啊，之后依然故我，还是没有改啊。哦，那等于是那个谢谢提醒。也是言语当中糊弄过去了啊！我们假如是真心谢谢对方提醒了，就不辜负他的好意了啊！会把这个提醒放在心上啊，去鞭策自己啊！哦哦，所以连感谢别人都不能是表面应付的，这发自内心的。哦，所以这个惮叫难也，叫有过啊，勿难于改。这个难就是不要畏难，不要怕去改。这个郑玄注这个惮用难用得好啊，代表他是改过的过来人呢、他知道改一个过不简单了。改一个过啊，像扒一层皮一样没有这种感觉呀、还没有下一个决心改一个过，真的改过的人应该都会有这种感觉这个佩玉篇呢，佩玉篇。弘一大师针对2个读书人写的读书笔记挑重点。弘一大师是高僧呢、他不会没事找事做的，他会去挑这些精华，其实都是护念我们后世的学人的修学呀。都是做人做事求学问的重要关键我们看第一句，就第一句就好了提到这个读书人说的20年呢，自一怒自然，对峙这个嗔恚心啊，对峙发怒啊，尚未消磨的劲啊。用了20年功夫啊，这个发怒还没有调伏彻底，以是之克己为难了。我们都知道克己复礼呀，但是要克制住这个脾气呀、不简单呢、得下大功夫。
那我们想一想啊，这个发怒不克制掉啊，一发怒了，火烧功德林啊。哦，那等于这个功德啊都聚不起来了。啊，假如我们昨天发怒了，那就放火把功德烧掉了。啊，得重新再积了。我们刚刚说君子不重则不威啊，要自重啊，要自爱啊，不能常常拿着一把火把自己的功德给烧了。哦，所以改一个过不简单了。啊，当然，这个读书人说自20年自一怒气尚未消磨的劲啊。大家不要听完这句话，说了，对呀，所以我改不了脾气，很正常啊。哦，那就麻烦了，那拿这一句来当借口啊。哦，所以这个修行啊，要善用自己的心哦啊，不能常常拿着经典，哦，或者拿着祖师大德的话拿来做借口了，那别人就不好。在说什么了？别人也不好提醒我们什么了。啊，虽然这个怒啊很难对治啊，但是每一次都要全心全意去对治它，要有不贰过的态度去对治它。哦，就像夏莲居老居士说的，啊，我们要改过啊。要修道啊，要发大勇猛心啊，立决定志啊！我这一生呢，决定要对治习气；我这一生决定要出轮回啊！啊，我要勇猛去改过啊，而且要不顾生死，不计成败，死都不怕。就怕又发脾气了，死都不怕啊，就怕这个习气又现前了啊！宁可碎骨粉身，终不忘失正念啊！这个叫不顾生死啊！哎，要下到这样的功夫啊！还有不计成败啊，就比方说我这个下了决心了啊，我这个不顾生死去对治脾气了，哎，也不是马上啊脾气就没了，哎，又犯了，犯了之后啊，不要去纠结，哎呀，我怎么又犯了？啊，这又很沮丧，又没信心了，这个都是又是妄念烦恼在相续了，啊，所以不要去不计成败，啊，又犯了，啊，那再警惕就好了，啊，犯了就过去了，不要再纠结了，安住当下，啊，还是不顾生死的去对治它。啊，这样时有相应分呢，啊，我们的心啊，才慢慢不被这些习气控制住了，才慢慢能跟呢真心相应了。好，所以不要畏难，不要害怕改过。啊，黄念祖老居士说啊，修行都要啊。打碎令造啊！啊，这个都是过来人的话啊。这个如人饮水，冷暖自知啊。师父领进门，修行靠我们个人去感受了啊。啊，我看到这个打碎令造啊，
这是修行必经过程。我想想，我好像还没打碎，所以还差得很远呢，得要更下功夫才行了。又有一个讲法就君子不重则不威，学则不固主忠信。这另一个讲法提到了，君子不庄重则无威仪，学则不坚固。上一个固是闭塞，这一个固呢是坚固。所以我们不自重是没有威严，行为很散漫的，这样学就不能坚固了。要让这个学能坚固需以忠信为主。这主忠信。所以忠信为心呢，这个皇叔注了，忠信为心呢，百行之主也。所以以忠信为主所学则坚固其人能则能庄重而有威仪。为什么说呢？我们时时忠信存心我们一切的行为就不一样了。大家想一想，忠尽心尽力一个人心里面假如常常想着我要忠于自己的佛性我要忠于我的父母家庭有这个心的人身有伤贻亲忧不能让父母操心德有伤贻亲羞那他会不断提升道德学问不让父母操心这是他对父母的忠他对家庭有责任感你看这样的人会随便吗会放纵吗包含他忠于自己的国家民族包含忠于佛法忠于佛陀我是佛弟子不能给佛陀丢脸那不给佛陀丢脸我要勇猛精进做表率哇你看他有这一份心他的行为会偏颇吗他会战战兢兢所以这个忠信存心是百行之主你所有的行为都是从忠信发出来的这样的人有威仪像我们离开自己的国家人家一看到我们都是 Chinese 假如我们在机场里面大吼大叫的你看其他种族的人你看这个 Chinese 就是这样那是羞辱我们自己的民族了这个就不忠了。再来我们看这个信。我对我另一半有信诺我要守他对家庭就有责任了。我一定要把我的孩子教育好他内心里有这个信愿。他一举一动不会随便的，都会给孩子做好榜样这个信就是自己曾经
许下的信诺，发过的愿呐、啊，比方说我们学传统文化，学佛了，众生无边誓愿度啊，这个愿我发出来了，我要所信的。所以忠信啊，是一个人修学的动力啊。礼义啊是标准，我怎么修啊？哎，以礼义为标准。哎，这些儒家讲的礼教，以这个为标准。义，合情、合理、合法。这个为标准，动力在哪？忠跟信啊，是动力啊。好，所以我们要想想啊，自己在内心里发过的愿不能忘啊。啊，已经跟亲戚朋友啊，甚至跟学生、跟大众承诺过的事啊，啊，凡出言，信为先呢、啊。我们要尽力去守好啊，好，好，哎，接着说，无有不如己者，啊，过则勿惮改，啊，这个讲法呢，跟前面一样，啊，这里举到啊，啊，汉朝杨雄啊，杨子的法言。修身篇有讲到啊，人须取示众啊，即是啊，众言、众行、众貌、众好啊，言众啊，则有法啊，就是言语啊，不会乱讲。言语首先呢，有法度啊，要讲话不妄语，不能讲谎话啊，不妄语，不两舌，不绮语，不恶口，哦，而且啊，言语是讲出来，一定是。对别人有利益的啊，不会讲没用的话，不会讲闲话啊，而且讲出来啊，要考虑到不论现行而论流弊，不论一时而论久远，不论一生而论天下，这是讲话的态度哦啊，所以我们看《中庸》里面。这个都是指导我们怎么学成君子圣贤。君子动而是为天下道，言而是为你所讲的话呢，可以让天下的人取法。行为啊，可以让天下的人当准则。哇，那大家想一想，一个人假如自己的言行都有这样的期许啊，这个人很稳重啊，不会乱来啊，不会随便的、啊。哦，所以这里提到示众啊，所以言众则有法，行众则有德。哦、他重视德行啊。重视自己的一言一行，不随便啊，这个人有德啊，啊，就像我们一言一行都依照戒律不违犯，啊，貌重则有威，啊，这重视自己的仪容，不随便，他就有威严了，啊，《论语》的另外一句也讲到了。
君子有九思啊，事思明，听思聪。你看，色思温，貌思恭。这个脸色要温和啊，也不能脸上有杀气啊。脸上有杀气啊，就不是貌重了啊。脸上有杀气啊，叫犯了杀戒啊。五戒首先说不杀生啊。所以佛家讲面上无嗔供养具啊。你脸上没有这个脾气啊，没有嗔恨啊，像弥勒佛一样啊，笑口常开，这个也是貌重啊，色思温，貌思恭，这个你的举止啊都很恭敬。这叫貌重则有威啊，好重则有官，就是我们的嗜好，我们也是很重视啊。这个人呢，这个就有啊，值得啊，人家。学习的地方，这个可观就是说，有优点啊，有可以效法学习的地方了，这很有看头啊。这里有举到了，这个好字是嗜好，嗜好高雅者啊，如琴棋书画等呢，则有可观呢。因为啊，它都是由于意，这些艺术技能呢，它是透过这些嗜好啊，修养自己的德行。大家有没有听过这个弹古琴弹得很好的人？然后动作很粗鲁，大大咧咧的，大家有看过吗？我相信他弹不好的。你看《论语》里面讲，以前读书人啊，不测琴瑟啊，代表每天都要弹弹古琴啊，陶冶性情啊。这个我年纪大了啊，现在学古琴啊有点慢了，留给年轻人学啊。因为中华文化是重礼乐教化啊，尤其这个古琴啊，对人心性的陶冶帮助非常大。假如一个人呢，他的嗜好是吃喝玩乐，我看你就别跟他太靠近了啊，无友不如己者啊。到时候把我们的吃喝玩乐都调出来，所以什么时候可以去接近他呢？自己已经如如不动啊，这些吃喝玩乐都不动心了啊，你不会被他转，可以转他了啊，这个时候再去帮助他，千万不要呢，要度众生，最后被众生给度走了我们要帮别人呢。还得度德量力，知道自己现在的功夫怎么样，不能打肿脸充胖子。这个是李炳南老师的《论语讲要》的教导。我们呢，再看呢，偶益大师啊给我们的指导。大师讲到了，
自我期许啊，叫期心啊，期许自己啊，能够今生成为大圣大贤，这样叫自重啊。君子不重则不威啊，自重是什么？我这一生绝对要成圣成贤，我绝对不做随波逐浪之人了、这是儒家的标准。佛家呢，我这一生一定要成佛，这叫自重啊，叫尊重己灵了。祖师这些话呢很有味道。戒慎恐惧啊，名为威。一个人有威仪是什么？战战兢兢。就像了凡四训讲的。明哲良朋提醒，忧须鬼神正明。他时时想着这个有三台北斗神经在人头上啊，又是有三尸神在人身中啊，想着这天地鬼神都在啊，他会不会乱来啊？这个叫威啊，戒慎恐惧啊，名为威。这了凡四训很好啊，多读啊。尤其那个序文也要多读几遍，印光大师教导的。你看印祖讲了一天之内万境交集啊，一不觉察难免种种唯理情想啊，撇耳而生了。妄念邪念一出来就障碍自性了。所以你看这一段话代表我们每一天面对境界就是要战战兢兢，不能掉以轻心。这个就是这种心境就有威仪了。那应祖还启勉我们呢，现身幽入圣贤之域，我们这一生要契入圣贤的境界。什么是圣贤呢？言什么像什么，当儿子像儿子，当丈夫像丈夫。圣贤就是敦伦敬分，每个角色都尽心尽力做好啊，给家庭给社会表法，叫圣贤人。对，现身幽入圣贤之域，抱镜高登极乐之乡，这一生因缘圆满了，这个求愿往生西方作佛了。印光祖师这个期许啊，就是自重、自爱了啊。好，接着。大师讲到了始觉之功，就是我们开始觉悟了，开始修身。始觉之功啊，有进无退啊，名为学固。学习怎么才是稳固啊？不会退步了，都一直进步了，叫精进。那怎么只有进步没有退步啊？那就是要勇猛精进，不懈怠了。所以啊，倘自带稍轻，就是对自己啊掉以轻心了，那就便不能呢、念念兢兢业业，战兢惕力啊，那可能正念就守不住了。
那就会又回到迷惑去了。哦，所以像应祖讲的，每一天万境交集呀、啊，你一不觉察，很多违背自性的邪念妄念就来了。这样我们就会往后退了。而这个里面呢，最重要呢，以不自重为根本的病啊。真正自重自爱了，不愿再糟蹋自己了，不愿再随顺烦恼习气了。有这一份自重啊，就有鞭策自己的力量了。所以主忠信啊，这个忠啊，就是执心正念真如啊，就是常住在自己的真心当中，这个忠于自己的自性啊，叫正念分明啊。信呢，则的确知得自己可为圣贤，啊，这个信就是不怀疑自己啊。啊，净土宗讲的信愿行啊，这个信，啊，维大师六性第一个就是信己呀、啊。所以的确知得自己可为圣贤，不怀疑自己。正是啊，自重之处啊。那既能自重了啊，期许自己这一生要成圣成玄呢。印光祖师说的，人皆可以为尧舜呢，人皆可以做佛啊。有这样自重了，那更需啊，亲师取友。知道啊，珍惜良师益友的缘分啊，然后啊，勇于改过啊，所以这个主忠性，无有不虑己者啊，过则勿惮改啊，这三个教诲啊，都是对症的妙药。就是我们一些烦恼习气啊，这三句教诲都是对症的良药。所以故知啊，今知啊，现在的人很高兴，哎呀，朋友不如我，或者畏难啊，不愿意改过的，这个都是什么？都是属于看清自己了，属于不自重了。你这个人什么叫自重啊？德比于上，则知耻啊！我们要耻不如佛陀，耻不如尧舜呢？怎么可以很高兴说，哎呀，这张三不如我，李四不如我啊。这个都是自清了，看清自己了，没有跟圣贤佛菩萨比了，而不勇于改过啊，这个都是自清了，不自重了。这里又另外有比喻了。又主忠性啊，是主要的药，良药啊啊，这个友不如啊，就是朋友不如我啊，或者这个害怕改过啊，这两条啊，都属于药剂。就是你吃一个药啊，
有忌讳啊，比方说你吃这个药啊，你不可以吃香蕉啊，或者不可以吃什么啊，不然呢这个药效就大打折扣了啊，这个是比喻啊，药剂啊，其实我们去感受感受啊，一个人啊，忠信存心呢，啊，他会尽心尽力啊。他会守承诺啊，他假如还害怕改过，那这个药就没啥效了，这个忠信就大打折扣了，哦，啊，然后每天只想着，哎呦，哎，张三不如我，李四不如我，啊，都跟不如自己的人在那里比来比去的，那没什么志气了。都自满好，这是佛祖啊给我们这一句的教导。好，所以每一句经文呢，都有蛮深的含义在里面。那师长有说啊，他亲近张家大师啊，感觉大师很有威仪呀。赞叹大师是那且常在定啊，无有不定时啊。假如一个人常常都在禅定当中啊，大家想一想，他有没有威仪啊？哦，每一个人看到他都肃然起敬啊，很有威仪啊！啊，我们清净过老和尚的弟子们呢，都能感觉到老人家很定，哎，很慈祥，非常安定。好，我们一到他老人家跟前呢，好像浮躁的心呢，就比较调伏下来好，那我们看呢，我们要以张家大师为榜样，以老和尚为榜样，怎么做呢？好，啊，就跟这个偶主啊，刚刚说这个忠啊。忠于自己是执心正念真如啊，就是自己是随时都是保持在正念当中。你看一个人保持正念啊，他眼神炯炯有神。哎，可是人假如妄念进来了，邪念进来了，这个眼神就会晃了，会闪烁了。所以张家大师为什么这么有威严啊？他正念分明师长说的，他嘴巴都在动啊，金刚持啊，他持咒没有间断的。哦，当然了，大家都知道张家大师在用功我们不要跟亲戚朋友，在谈话的时候，嘴巴一直动人家哎，这个人在干啥他在骂我们我们的言语动作不要造成别人误会我们是修念佛法门呢，怎么样有威仪？只要心中的佛号都没有间断了，就有威仪了。你没有妄念了。哦，不知道在座有没有亲近过海贤老和尚的这个同修那贤公一定很有威仪的他的佛号不中断了。所以我们怎么自重啊？
我们怎么有威仪啊？就让正念分明啊，佛号尽量不要中断，这是真正自爱了，自重了，有威仪了。因为你不念佛啊，就打妄想了啊，须臾被念佛之心啊，刹那即结业之所了。啊，有时候佛号一失掉了，一个妄念起来，相续啊，啊，过了好几秒钟才这个觉察过来，哎呦，赶快再拉回来了。好，所以要深深唤醒自己的佛性啊，啊，念念不离本尊阿弥陀佛。所以大家有没有感觉到啊？不管是儒家还是佛家的教诲啊，你把这个教理研究好了，接下来怎么落实啊？怎么落实啊？还是要老实念佛啊。六字统摄万法，你要把这些句子落实啊，你还是得要念佛的方法。啊，比方说我们刚刚说的，要忠于自己呀、啊、的佛性啊，要忠于另一半呢、啊，啊，要忠于家庭啊。那你不老实念佛啊，妄念邪念一进来了，你怎么忠于自己啊？你怎么忠于另一半呢、啊？你怎么忠于这个家庭啊？妄念邪念一多，你怎么？尽心尽力照顾好家呢，那要那妄念邪念越少，言行才会在道中啊。那不还是要以能守住正念为根本啊？那怎么守住正念？我们现在的方法得老实念佛了。好、哦、我们再来看、啊、第二十四句、啊、曾子曰，君子攻其恶，求其过，强其所不能，去私欲，从事于义，可谓学矣、啊哦、这个是曾子的教诲。我们想一想啊，孔子曾经只赞叹过一个学生好学，就是颜回。而且孔子赞叹他好学呢，是从哪几个角度赞叹的呢？这是我们自己要去观察的。有颜回者好学，不迁怒，不恶过。好学不是赞叹他每天看书十二个小时叫好学，那只是一个相而已、哦啊、你每天念佛、哦、我每天念一万声，那也只是一个相而已、哦、更重要的是什么？能够把这个妄念调伏、哦、重实质哦，每天在那里赶一万，赶得心慌意乱的，这个也不见得有功夫哦。啊，你搞到最后口念弥陀心散乱，喊破喉咙也枉然了。哦，所以这个学字啊，就是学觉啊，要觉悟啊。哦，所以今天我们在那里念佛，念了念了。好胜心在念、哦、他念一万、嗯、我念一万二，我得把它比下去。那你这么念的，
提升不了自己的心境呢？这觉悟啊，是要放下贪嗔痴啊，这叫真学问呢、啊。啊，所以不迁怒，放下嗔恨呢、啊。察觉有一点情绪，马上就要把它转成正念，这叫不迁怒啊。啊，有一点不舒服上来了，赶快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啊！不让这个嗔恨心再相续了。啊，不恶过，那就勇于改过了，已经犯的错不再重犯了。那这个是不愚痴啊，所以孔子赞叹颜回好学，都是赞叹他不嗔不痴啊，也赞叹他不贪呢、啊。啊，这个贤哉回也啊，一箪食，一瓢饮啊，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代表颜回对世间五欲六尘呢、啊，不贪着啊，他安贫乐道啊。你看孔子对颜回的赞叹呢，都在哪？不贪、不嗔、不痴。啊，让自己的过一直。再重犯呢，那太愚痴了，没智慧了。哦，所以你看，曾子是传承孔子的，所以什么叫学问？我们再来看曾子这一段，就很有味道了。君子攻其恶，用这个攻字，就是要尽力去对治自己的缺点习气了，尽力改正自己的缺点习气，叫攻其恶。求其过，检点反省自己的过错。求其过，而且前世不忘后世之师啊，已经经历过的事情了。错在哪？搞清楚，以后不要再犯，不然我们会重蹈覆辙啊，恶性循环，同样的问题一直在犯。当然，除了自己反省之外我们刚刚提到的无友不如己者身边有良师益友我们常常可以主动请教，闻欲口，闻过心。人家提醒我们的，我们感谢去改，质量是见相亲了。很多正直的这些良师益友就愿意来护念自己了。这个是求其过。去强其所不能，就尽力突破自己所不能做到的。只要这个学问这个能力对众生有帮助，我尽力突破自己，提升自己来利益众生，像我们这个台湾张友恒教授他当时已经60岁了师父上人呢交代他要学要弘扬群书之要，群书之要是观世音菩萨救急的。这个群书之要当中他首先呢带动大众学孝经接着呢
学老子、庄子，结果第三呢，带着大家学《易经》。他已经60岁了，他有提到啊，一开始看《易经》啊，像看天书一样啊，哦，很多不懂啊，啊，但是是师长交代他的，哦，而且师长说这一部经，观世音菩萨的救苦救难的，啊，他还是下功夫去学的。所以强其所不能呢，尽力突破自己本来不会的、本来不能的，只要对众生有帮助。后来过了几年，他到英国汉学院教书的时候啊，他看到什么情景啊，他就说，哦，这是64卦的哪一卦，哦，都能跟这64卦结合在一起的，所以天下无难事，只怕有心人，人的愿力啊是很大的，尤其啊孝亲尊师的力量是很大的，老师交代的是全心全意去做，就去私欲，去除私欲。所以师长说的，要入佛门啊，入佛门才是真学问呢。首先把16个字放下，是自私自利，就去私欲了。五欲六尘，这个都是去私欲啊。贪嗔痴慢，名闻利养，名闻利养也是私欲了。所以这个去私欲啊。具体的就是老和尚指导了，放下这16个字就去私欲了。好，然后啊，从事于义，可谓学矣。好，符合道义的事啊，当下去做，尽力去做，毫无保留的去做，从事于义。这样就可以称得上是真实学问了。义就是应该的，五伦十义，所以我们这个在五伦当中啊，都有我们应该尽的本分，尽力去做，这才是学问啊。我们前面讲的子夏曰：“贤贤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治其身。”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虽曰未学，吾必谓之学矣。这个都是从事于义，五伦都是本分。所以印光祖师特别强调，学佛之人要敦伦敬分的。这个就是从事于义了。好，那今天就跟大家交流到这里，谢谢大家。